我们模仿 ChatGPT 的问答形式，告诉你它到底是什么，英文 ChatGPT 是什么意思。 Chat 表示聊天， GPT 是一种预训练语言模型的缩写，这是个会说话的人工智能。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它厉害在哪？不仅会问答，而且可以自我创作，给的上下文越充分，生成的内容越符合要求。说它能做客服，是真的吗？可以取代一部分客服，甚至能完成撰写邮件、视频脚本、文案、翻译、代码等任务。你过来啊！ChatGPT 文准确吗？不完美，它只能根据给定的数据生成文本，不会推理，并且在回答时或许不能完全连贯。有些职业会被它代替，是真的吗？有专家认为，技术、媒体、法务、分析、教育、客服等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的风险最高。不过，技术的发展也会催生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新职业。有人反感 ChatGPT 吗？有，多家知名学术期刊正在更新编辑规则，科学明确禁止将 ChatGPT 列为合著者，且不允许在论文中使用 ChatGPT 所生产的文本。它还可能泄露用户隐私，或生成冒犯性的言论。这个片子是 ChatGPT 生成的吗？你猜猜呢？